做完你说，在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其实对魔术并不感兴趣，我对美术很感兴趣，我画画特别好，我爸爸给我报了很多绘画班，他觉得我画画非常的有天赋。今天我给你画一幅画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这样，你站起来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让我看到你全身。好，你看到那个角度，哎，非常好。哇，你的轮廓感真的非常好。哇，我给你画一下，你的头发非常的蓬松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性感的嘴唇。请问，先生，这是他吗？哇，就跟我画的一模一样。从大家的笑声当中看得出来我画得很好，对不对？看得出来你画得一点都不像。没关系，我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，说不定能卖一个好价钱。但是实话说呢，今天我画什么不重要，我特别想知道在你的眼中我究竟是什么样子。来，拿上这支笔，在上面画上我的样子，请尽量还原我的真实。小妹妹你随意啊。哎哎，怎么就是一定要画得很好看哦。哦，展开你的想象力。没事，不用受他们俩影响，一块石头也可以。因为他也把你画成了向日葵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？你也可以把它画成一天边的一朵云嘛，对不对？这明明就画成了一个太阳。接着来。别着急，我们还没画完。我的妈呀，你看我们画得多细致，还有黑眼球，还有长睫毛。哎，这个过了啊！啊、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！我的天哪！我这腿上还长个轮子啊！哈啊啊！看得出来吧？啊，我们都非常有艺术的天赋。来，在后面签个名吧，签快一点。哎，艺术家签名都特别快。好，哎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看啊，嗯，好，你把这个扣上。来，打开它，把你的画像放进去。好，非常好。然后用你的右手拎在上面这个框框，捏着框框，另外一只手托在下面这个框框，这样离身体远一点。刚才他的画像，好，刚才呢都是美术的部分，接下来才是魔术的部分。帮我吹干一点。这样吹吗？是吧？吹干一点点。哎呀，你别把口水吹上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，我要隔空把这两幅作品交换，千万不要动。感觉到什么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只是起了一个范而已，我还没有开始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请你感受一下魔法的气息，慢慢的。刚才我的画板上出现了一个洋葱头，而后面依旧是我的签名。打开这个画板，拿出来，在你签名的正面是我的画。哇，宝贝，你看看。来，来，我们来合张影吧。啊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是单手捧比较吉利一点啊。